生活中啊，我生活中基本上是素颜的，占了80%吧。有的时候就是晚上跟朋友出去吃饭什么的，就是没有那么熟的，我就化一点点妆。那什么样的朋友会让你只有素颜出门呢？我觉得我生活周围的朋友都可以素颜。然后我记得我有的时候去录节目，像那个《冰雪王》什么的，我其实也是基本素颜去的。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小伙伴，其他小伙伴都惊了，说他怎么素颜来的，说这个你是要不要这么自信。实际上是我是很怕出汗，出了汗那个妆花了就特别狼狈嘛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把皮肤保养好了，其实素颜女孩子其实看起来也显小。那真的好有一种觉得，就是说素颜觉得很美，就是像好友吧，周围朋友什么的，就觉得素颜很美的那种。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化了妆好看吧，只是素颜我自己比较舒服。然后有好多朋友都真的生活中接触从来没见我化过妆，我看我化妆，好有距离感啊，你化完妆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就是往那个女神那边靠了一点点。生活中可能就会觉得邻家女孩嘛，我觉得感觉不一样。女孩子化了妆就是给人感觉有一点距离感的美。好像发了一张好像是小狗的照片，对，是小狗发了一张照片，然后是情人节那天没有什么安排，也没有，那天正好我们在工作，然后带了狗狗去，然后就发了一张照片。对，逗嘛，不是老说单身狗单身狗嘛，它也是一个单身狗嘛。那天是怎么安排的？除了工作之外有什么安排？那当然有安排啦。工作啊，没有在拍照，那天在工作。近期啊，近期其实主要在过两天就进组了，然后后面还会跟大家做见面的作品，可能有《东北往事》，有《三体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上，然后还有《无双》，还有一部电视剧，应该在最晚明年年初吧之前，应该都会跟大家见面。有没有特别想要挑战的那种类型的，就比较反叛呀，就跟以往相差比较大的那种？其实没有因为我也不是那种会我觉得其实演喜剧应该挺好的，但是我觉得好的喜剧剧本不好找，从创作的难度本身就在那儿了，然后大家还会想到来找我的可能会更少吧，所以确实喜剧比较就是挑战的机会比较少，正剧啊、动作片啊什么的，就这种比较多。那平时自己现在什么样的性格呢？就是也是喜剧的那种类型，还是说比较文艺的那种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可能就是碰到好的朋友啊，或者团队大家在一起，我话就挺多的。但是自己待着也不能自言自语吧，我自己待着的时间也比较多，所以。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独处挺重要的，所以我也要求自己每天都有起码1-2个小时时间是自己待着的，对。